哎呀，我们今天在这边看风啊，在那里面呢就发现了一只这个野山羊啊，哎呀还很小，结果呢这个脚呢就受伤了。我们现在呢用这个绳子呢给它绑了一下子，就怕它呢还会继续的挣扎，它挣扎呢等一下还更容易受伤，我们干脆给它扎住来。现在呢我们给它带回家，拿去疗伤。没想到这个怎么这么小啊，你看它脚都还没有长啊、哦。不懂得是给什么东西呢受伤受得这么严重，现在脚都已经骨头都出来了，哎呀只剩下半条命了，现在真的是很麻烦啊。看一下这个眼睛很大的，这个它这里有一个是气孔还是、哦、不是气孔啊、哦、那是夜眼，我们俩晚上看的、哦、你看这里哦，不懂这个学名应该是叫三奇，三奇还是神，无意当中你看，因为我们这边生态非常好的啊，也不懂是怎么受伤的，大概有个五六斤左右，啊，好可怜啊，真的是太可怜掉了，你看，因为这个脚我们如果说不绑到来的话，到时候一下子跑掉了还更那个啊，因为它现在受伤很严重，像这么小啊。我们呢要给他带回家，给他把这个伤啊给他稍微养一下，养一下我们到时候再把它放掉他去。啊别叫别叫啊，不怕啊。哎呀这个真的是。看一下是公的还是母的啊，啊别跑别跑啊别跑别跑。哎呦。不懂是公的还是母的看不到啊，啊别跑别跑。你看就是怕它会这样子挣扎，所以说我们呢就给它先绑起来啊，如果说不绑起来的话啊还怕它会跳啊，到时候呢这个脚你看，哎呀骨头都出来了，实在是太可怜了。我们现在给它带回家啊，啊我们去给它把伤养好了，到时候再给它放给它去啊。我们现在带了一点这个药水把它这个伤口给它处理一下啊，看一下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你看脚都断掉了，哎呀给它处理一下。骨头都出来了，哎太可怜了啊。现在估计他站都站不起来，这个还很小，哎，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不要打扰他了，让他。他现在东西都不吃了，哎，东西都不吃了。现在看他的样子，真的非常的可怜啊。不懂这个稀饭他吃不吃，因为目前也不懂他会吃什么东西，还是稍微给他养一下，养一下我们再给他放掉他去，因为他太小掉了，如果说大一点的话应该我们也碰不到，就是因为太弱小掉了，所以我们当时在抓的时候呢他根本就是那种没有什么力气的那种感觉，所以说看他的非常可怜，我们才给他抱回来了。抱回来呢现在是准备了一点吃的东西，希望他呢能快点恢复起来，好吧，恢复起来我们就还是放回大自然，好吧。好了，那大家如果有什么更好的建议或者想法的话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再见了。哎呀找了这么久都没有看到的啊。哎这里怎么是帐子啊，哎呀哇呀终于找到这个受伤野山羊的原因了啊。大家好，我们今天呢带来了一把刀还有两瓶牛奶，我们今天呢是来想找一下呢那只受伤的山羊。这个有很多粉丝说呢放生
怕这个受伤很严重，撑不过几天，可能呢就会在这附近。但是呢，我想这种野生的动物呢，它肯定这种生命力是很顽强的。所以说我们呢今天带了两瓶牛奶来寻找一下，如果有发现它的话，我们就给一些牛奶给它吃。但是我们上次放的这个地方呢，放的这个位置，现在我们当时是第二天过来的时候呢，它已经不见掉了，说明它已经走了。那么又担心它这个体力这个跟不上，会在附近，所以说我们今天去寻找一下。走，我们现在从这里下去去寻找一下。这边整个山是比较陡峭的，我们现在过来看一下它有没有从这边走下来啊。这么大的洞，像这种树洞里面的话，一般很会躲蜜蜂啊。你看这么大的空的树洞，哎呀，找了这么久都没有看到的啊。哎，这里怎么是帐子啊？哎呀，哇呀，终于找到这个受伤野山羊的原因了啊！哎呀，原来是因为这个陷阱啊，脚都还在这里。哎呀，这个是谁装的这个老鼠夹子？太可恨了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子就把它？太残忍了！你看这个脚，直接好。现在我们把这个夹子给它解出来。哇，太可恨了！这些人啊，真的是害死人啊！啊，现在我们刚才先把这个东西先放在这里。我们再去找一下那只受伤的山羊，看能不能找得到。希望呢能，如果有找到的话，就把这牛奶给它吃吧。我们从这边再下去找一下，看一下。哇，看一下，这些都是原始森林，这么大的古树，很漂亮的。像这些树都会开花留蜜的。我们再继续往下走一下。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琥珀木啊，看一下，这种呢有一种油，闻起来非常的香。我们这边点火呢都会用这种，看一下，这个砍开了非常的漂亮，油性很强的。哎呦，哇，我们家刚刚都找了有半个多小时，找不到啊。这一边附近呢，我们刚刚全部都爬了一圈。没有找到那只受伤的山羊，那肯定它就是能够活得下去，不然的话，我们刚刚附近全部都找了一圈，肯定能够发现的。哇，走着走累到了，我们看一下这里还有泡泡啊，尝一下，还挺多的。摘两个吃一下。让这只受伤的山羊啊，这么那个啊，受伤这么严重，脚都直接断掉了。那我们呢，把这边山呢，刚刚呢爬了有半个多小时，都找了一大圈了，就没有发现这只山羊，说明呢啊，它应该是活得挺好的，不然如果说它没有体力不会走的话，肯定也给我们找到了。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带回去吧，希望大家以后呢啊。真的就不要用这个来伤害它了。好了，那今天视频分享到这里，好，再见了。我们上一次呢，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呢，发现它受伤了，啊，然后呢，我们呢就给它带回家里，想给它救它一下。结果发现呢，现在的带回家有两天了，它什么东西都不肯吃。我们想的呢，还是从这里救了它，还是从这里放掉它去，因为呢，我觉得这个。野生的东西呢，还是要放归自然，因为我们放在家里面呢，毕竟空间太狭小，它什么东西都不吃，这样子呢，我怕呢
很难撑下去，所以说呢，我还是想把它继续从这地方呢给它放掉它去。如果你以后能够活下去的话，你要是想看我，你可以来这里，好不好？因为我这里放了蜜蜂在这里，好不好？你一定要坚强的活下去，好不好？现在是嚼断了一只啊，骨头都露出来了，能站起来吗？能不能站起来？你能站起来就往那边走，好不好？那边有草丛，好不好？我扶你起来，看你能不能站起来。来，站起来啊，站起来啊，站起来，站起来啊，站起来，站了，站了，站起来了，好不好？站起来看能不能走啊？来了，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走了，好不好？站不起来吗？站起来好不好？啊，好像连站都站不起来。伤口上呢，我们早上是给它消了一下炎。哎，走吧啊，我把你放在那草丛里面去，好不好？好吧，很痛啊，我知道很痛啊。哦，我知道很痛，好吧？啊，我们来这草丛里面，好不好？啊，还是来这个地方，好吧？来，好吧，走吧，好吧，走，走吧，好吧，啊。哇，你看他还在吃东西哈。走吧，好吧，走吧，走了，走了，快点吧，走吧，回去吧，啊，回家，回家，回家去找妈妈，好不好？你要是想我的话，以后还可以来这里找我，好不好？受伤太严重了，哎，那这里有草，吃一点好不好？吃一点好不好？啊，吃一点好不好了？啊，赶紧吃了啊！能吃就吃一点，好不好？啊，能吃就吃一点，好不好了？啊，对对对对，乖乖乖乖乖。你不吃，我跟你讲就没力气了。我跟你讲啊，赶紧了，吃一点草啊，吃一点草啊，啊，痛啊，我知道很痛啊，很痛，你也要吃一点啊，啊，对对对，啊，吃一点草，对对对，那对，吃一点草啊，饿了一天了啊，吃了，吃一点啊。吃吃吃啊，吃一点啊，那这里有草，吃一点好不好？吃一点好不好？啊，吃一点好不好了？啊，赶紧吃了啊，能吃就吃一点好不好？啊，能吃就吃一点好不好了？啊，对对对对，乖乖乖乖乖，你不吃我跟你讲就没力气了，我跟你讲啊，赶紧了，吃一点草啊，吃一点草。痛啊，我知道很痛啊，很痛，你也要吃一点啊，啊，对对对，啊，吃一点草，对对对，那对，吃一点草啊，饿了一天了啊，吃了，吃一点啊，吃吃吃啊，吃一点啊。走吧啊，回去吧啊，回去吧，好吧。可能是我们人在这里，他一下子，因为他很胆小，也不敢走。哎，那我就留你在这里了，好不好？好不好？你自己一定要坚强一点，好不好？啊，一定要活下去，好不好？啊，走吧，走吧，赶紧走，赶紧走。要不要吃吃这个叶子？是不是？来，多吃一点，等下有力气，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啊？很痛哈，我知道很痛哈。哎呀，来给大家看一下，你看这个脚，这个脚就是受伤了。你看，哎呀，你看这个脚啊，你看断掉了。啊，别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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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放这里哈。啊，站起来，站起来。啊，走吧，走吧啊，慢慢走哈。如果不能走，你就坐着休息，我明天再来看你，好不好？我明天看你有没有在这里，好不好？
我明天带牛奶来给你吃，好不好了？啊，你吃不吃牛奶，好不好？啊，我明天来这里，好不好？你看他现在肯吃点东西了，不然前面他东西都不肯吃，可能也是饿坏了啊，饿了两天了啊。好，吃点东西哈，一定要坚强的活下去哈。你是男孩子哈，男孩子一定要坚强活下去，好，好不好？嗯，你又如果想看我，你就来这里找我，好不好？好，嗯，好不好了？好，好，看他肚子现在有点空了，哎，那他既然都不肯走，我们就先把他放在这里吧。我们现在也回去了，哎，大家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啊，再见了，哎，又给我们放掉了，一身轻松啊，还是把他放在原来的位置上吧，啊，那我们现在就回去吧。